会想到创作《长发里》这首歌呢，因为我就是在这里长大的呀。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都是在康山里或者是老苍山这块地方念的。是啊、大学之前的生活其实都是在这条路上发生。平潭山一直到或者富小边上，因为有搬过一两次家，那就感觉到这些房子跟可能跟鼓楼区或者是跟台江区房子确实是不太一样啊、因为房间里面有壁炉房子，其实说实话。当时我去朋友家玩的时候都没有看到有，这边就是福高，就是以前我高中在这边念的，边上一墙之隔，这边是石厝教堂。那以前小时候经常在这边探险，有个星期天晚上嘛，然后这样跟三四个小伙伴说有几个防空洞，然后我们说可以进去看一看，反正没有一个人敢带手电筒往里面走，然后就那我们就说继续走，然后就走到这个石厝教堂这边来。那个时候这边就是几乎都是全黑的，有个小门还是那种铁栏杆的，并没有被封起来，然后我们人是可以往里面钻进去的，每个人都非常怕，但是就在等谁第一个喊出来。后来才知道说这个教堂以前是算福州吧比较早期的一个教堂了，在清末的时候就有了，然后都是服务这边附近以前领事馆里面的外国人这样子，大概这样。我现在反而会更喜欢长滩这边这样子，因为这边看起来生活起来可能比较舒服吧，可能比较随性一点吧，这样。对音乐差不多也是这样的态度吧，就是这个。主乐队其实玩乐队其实跟别人打麻将也没有什么区别，这样自己觉得就是说不想老长滩变得像鼓浪屿一样，因为我觉得很多本身这边的生活的一些气息就会没有了，让那么多游客过来拿着手机或拿着自拍杆过来拍照的话，我觉得不管这边当地人生活的是幸福还是不幸福的，都是会打扰他们的生活。他本来怎么样，那就让他怎么样嘛，他自己慢慢发展下去就可以了。